可乐，瓶子和盖子，帮我检查一下这个盖子，很坚硬，很普通的一个盖子，对吗？没有问题吧？还有确认一下这个瓶口，还有你可以把这个把它给放下，能不能把这个瓶盖放到那个瓶子里去，放不进去，对吧？应该是放不进去的。好，接下来换我来。叮当。这是我的双手啊，捏着这个瓶子，捏着这个瓶盖。如果是做什么动作，都是动作。一、二。确认一下，它真的在里面。这我需要你帮我从里面呢随便去拿一张牌，在那个牌中给我们随便拿一张。好，你自己看，给镜头看一下，记好这个牌了吗？记好了。这样，需要你帮我从里面随便拿一张，然后不用给我们随便拿一张。对，给镜头看一下，给你朋友看一下，不要给我看到。好，帮我拿着这个瓶子，差不多这个位置，对。好，这样保持不动啊。来了，想象的拿起来，想象牌就在你的手上，然后把它丢进这个瓶子，丢进这个瓶子，是的，成功了，哦，掉了，是的，有看到吗？哦，我说的不是那一张牌，是刚才你选的那张牌的信息，记得你选了什么牌吗？是什么牌？虽然没有看到牌。有关牌面，说出来吧，没关系。梅花八是吧？你看一下这个瓶盖，这瓶盖上面呢是有英文字母，对吗？但它的英文字母呢不再是可口可乐，而是 8 Club 8 Club。上面那个英文吗？8 Club 8 Club 你选的是梅花八 8 Club 是吧？没有错。